guys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In this video, I'm gonna react to XGTGF dance practice and the behind of TGIF and some shorts. So let's go. 我这天花板很脏啊。多机位啊，好复杂的动线啊，这个光线是真的有点差了，感觉应该是租了一个还在装修的地方啊。你看这个空间也是用帘子隔起来的，哇，这天花板是真脏啊，哎呀，就侧边的光线，侧边的这个摄像机拍过来的光线会不大好。哎，我咋记得？我记得这个舞蹈动作好像是他们自己想的。可可呢？马尾辫，说马尾真是绝了。这姐们干啥都很酷，我觉得。啊，看他的衣服上面。看七杀衣服上有两只眼睛，他们这次衣服也是特意配过的，这衣服很有意思。Queen， 开始走秀。这动作是不是很难很累啊，在地上这个移动的，这是。哇，就是没有看就倒退走的。他们都是不看，不用回头，不用眼神确认就能。
哇，这么复杂的动线刚好穿过去，没有碰到谁。这套帅，他们这个指甲也是艺术品，美甲。哦，那辆车，看一下那辆，给你们看，哇，这辆车，这车上，哇，沾了那个毛茸茸哎。在干嘛？好可爱。哦，脚上也高了。哦，对，就这个沾了毛毛的车。哇，好多发夹。哇，还像一条大花蟒在舞动。水里不好动啊。声音好温柔。哇，软软因为穿了高跟的鞋子吧。等一下，他们这个这样做就真的好像，不是真的，怎么说呢？这好奇妙啊！这个组合。玩起来了，这个群众。哇，还挺危险的感觉。哦，哎，是的，有他说过以后就明显很多了。MV 里确实是有很多那个闪得很快的画面，是酷
扩张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还是挺明显的。是真实的街头吗？哇，这个发型！Happy birthday！这是啥？哦，就认这条裤子，太时尚了。七彩像牛仔。哇，这么高的跟儿啊！还有这方很好看。很有田园风，感觉就因为这个裤子好容易踩到，嗯，可爱。D G I N。哎呀，自己配乐可爱一下，这个眼镜，这个眼镜要突破屏幕。有一种哑剧喜剧的那种感觉。厉害了。他们真的是有喜剧人的天赋。我这啥游戏？哦吼！还挺刺激的。哦，他这个妆好那个呀，好欧美。芭比娃娃。七嫂玩挺好的，竞技选手，哎，反应很快，真的挺厉害的。厉害，哎，是不是故意撞上去的？哎，刚好是520哎，
哦，为什么他这么一脸不紧张的，但是都堵过去，我去。嗯，有一种大佬的气息。嗯，感觉差的还有距离，但是碰到了。硬件设备有点问题。黑洞出现了，黑洞。莫名的有种笨蛋美。嗯？嗯？都是挺厉害的。过于灵活了，这也。虽然输了，但也勉强。评论很有意思，纯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两个大阪人，一个最高分，一个最低分，甚至是双主唱，可以看出来他们真的很想赢。伊娜塔真的好用力。又整活了，整活少女，整活人。后面是镜子，哇 ，so energy， 每个人都好青春活力啊。感觉到生命力的那种，太有意思了，感觉跟小姐妹跟和小姐妹在一起玩一样的感觉。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